好，我是小小的懒人谭永来。今天我要介绍的是宽堂的植木条。植木条在二楼大堂的讲台后面，它是一条一条的棍子做的，里面有藏着一个十字架。我们常常都以为看不见，就你要仔细看才能看得到里面藏着一个十字架，就像耶稣一直都在我们的心里面。谢谢大家。